Cand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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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man.今天呢，我们要来做唐古人的都市传说条。唐古人呢，故事是这样子的：从前在英国呢，有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他的父亲呢，非常的不喜欢他，所以每次只要提到这个小男孩，他父亲都用十分憎恶的眼光看着他。原因是因为这个小男孩过去曾经偷了他父亲的东西，而不久之后呢，这个心理变态的父亲就请了两名杀手，想要把这个小男孩给做。所以呢，这两名杀手就把这个小男孩带到了一个偏远山区的酒店，因为他的父亲有交代杀手好好折磨他，所以呢，他们在小男孩的身上淋了很多的蜂蜜，让那些昆虫来咬死他，然后才慢慢的把小男孩的四肢给分解，最后再砍下他的头，藏在酒店附近的各个不同的区域。小男孩的恨意就从此之后就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这个小男孩又一个别名就叫做 Candyman。传说中呢，就是在午夜的时候，面对着镜子说五次 Candyman， 关上灯光过几秒之后再打开，再看回镜子。据说这个时候小男孩他就会出现，把你抓进去镜子里面。走吧，刚刚从外太空跑了回来，然后我现在人呢，终于跑回来台湾了。里面呢，这里有一个厕所，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台湾的厕所。那我们就进到厕所里面做这个都市传说。我等一下呢，就对着这个镜子。这样都市传说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把它充电吧。接着戴上眼罩，准备挑战 Candyman 这个都市传说。好紧张，我比较怕外面的老鼠。好，来咯。Candyman Cand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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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man。 好，然后接着把蜡烛吹熄。一二三四，然后再次点燃。等一下呢，我会这样点燃这个蜡烛，对着镜子说 Candyman， 我说五次之后会把蜡烛吹熄，然后吹熄之后你就飘到我后面去。 OK， 用很怨恨的眼神这样。Candyman Candyman Candyman Candyman
Candy Man。大家现在造假的事件频传，随着2010年代，大家对于造假游戏还是敬而远之，到现在逐渐的浮上台面，观众的口味也越来越重，创作者们呢也为了博眼球而制造出更多辛辣的效果。从以前就有被爆都市传说钓鱼线绑在公园的摇摇马上，到最近柬埔寨拍摄造假影片也闹得沸沸扬扬，都一再的说明了这种造假的乱象。造假等于欺骗观众，这样子做我也觉得实属不妥，而且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的人说造假就等于社会乱源，对我也认同。因为今天呢，创作者去到一个地方拍摄造假影片，会使得观众对那个地方的理解产生了谬误，甚至是形成了不好的观感，而失去了那个地方原本的色彩。光是这一点，我认为就与媒体的道德相互背离了。然而呢，根据 YouTube 官方统计，2023年呢，平均每一天就有65000部的影片被上传到网络上，在如此多的受众跟内容产出，创作者们为了生存，势必得制造出各种效果，让很多的效果穿插在影片里，才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给观众带来多层次的感官。所以呢，其实不只是灵异类型，大家可以观察，不管是各种类型的 YouTuber， 其实也都在不断的追求爆点而去制造效果，而大多的观众们也都在追求爆点的影片。而在这样的生态下，创作者、观众以及道德应该要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其实方法有百百种，但是绝对没有一种是完美。当然情况很多，但是我现在就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去分类。如果今天创作者想要有爆点，并且去制造了效果，那他会遭受很多的批评，可是呢，可以吸引不少爱看表演性质的观众。那如果创作者不为了爆点而去制造效果，那他会丧失许多的流量，可是呢，会换来一群有深度的粉丝。那创作者呢，想要有爆点，可是又不想要制造效果，那他就得好长一段时间才能产出一部影片，可是他的观众会觉得他很优质。那创作者如果不想要有爆点，又不想要制造效果，那他就会被演算法上的各种新进影片给淘汰，可是他的心态会做得非常的健康。有追求深度为重的粉丝，有追求表演性质为重的粉丝，有追求优质为重的粉丝，也有随意看得开心的粉丝。那创作者呢，也是同理以上，整个网络世界就是一个供需的市场，所以其实呢，创作者要怎么供应作品，都一定会有观众买单。但唯一我就只觉得，不要违反媒体道德，影响别人的权益，以及欺骗性行为，那要拍出多浮夸的影片，制造多大的效果，都会认为算是一场非常吸睛的秀。当然我这样的举例也只是凤毛麟角，状况很多，而且每个人的思维模式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这部影片拍出造假的糖果人挑战之外呢，我也同时拍了一部不造假的糖果人挑战，放在我这段谈话后面，想让大家看完自己去比对一下，到底你自己的价值观是属于这个网络市场中的哪一种。你是爱看表演，还是你是追求真实？你会认为造假对你来说是一种欺骗，又或者是它对你而言只是一场好看的秀？我这部影片就是希望能够让你们更认识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再讲个题外话，大家知道其实我这么长时间没拍片，也还有一个原因，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大约在2021年底、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在这个建商的销售中心，我在跟他们的销售员谈论价格的时候，销售员就问我是做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是做自媒体，把我的频道给他看，他就说他去问一下后面的主管，结果呢，他问完回来的答案，他是告诉我说不行。当时呢，我就认为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没有价值。我认为身为一个 YouTuber 是一件会让我感到自卑的事情。那直到我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变得成熟，我才厘清到说，李国修说过一句话：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并不需要感到不看好自己，觉得我拍鬼的，就拿出去说就是很丢脸。也许有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眼光，但是这自己给自己的预设。经过这段时间，我了解到，并没有说哪一种职业就是绝对的优秀，世界上也并不存在那种完美的人生。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优点，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缺点。其实你只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专注好眼前的那件
件事情，并且不要把欲望放得太高，因为当我们今天对自己的期望达不到那个欲望的时候，之间的这个落差感就会让你产生出自卑。那在这里也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的人认为我是不是不拍都市传说了，其实没有，我的频道呢以后也还是会拍有都市传说，但是同时也会在我这个人生阶段其他看到我认为对我的人生来说有价值的事情，我会想要把它拍出来。都市传说的部分呢，我可能就不太会像以前那样找到一个传说然后在家里这样挑战，我会比较偏向直接到那个国家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就现阶段的我来说，各地看看我现在人生价值观的事情。那我今天就大概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着呢我就播下去我在家里面真实的挑战这个糖果人的都市传说影片，大家接着看下去吧。啊呜，大家，我现在呢回到家里，正式的来挑战一次糖果人的都市传说，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Let's go。首先呢，第一步先把家里的灯都关掉。OK， 关，阳台也关，电视呢也要关，关，房间关，工作室关。OK， 大家，我现在在这个全黑的空间，来挑战我们的糖果人。外面真的是 super 之黑。算是我家，但我现在讲真的是没有觉得很可怕。那我现在先把这个眼罩给戴上。OK， 这样看得到我吗？好，那我把这个灯给……现在我觉得是整个挑战最难的，就是单手点蜡烛，而且要戴眼罩。回来了，成功。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对，刚刚拍那个恶搞的旁边还有人，所以我倒是觉得还好。那这个 ，OK， 好，来吧，现在开始念五次了，来啊，看看那个英国的那个小孩会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来了，三、二、一 ，Candyman。Candyman， 然后把蜡烛吹醒，把灯打开，把眼罩拿下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常，对不对？看起来非常的安全，没有什么状况。看起来无代志。你才是糖果猫啦，因为你很可爱。你有看到糖果人吗？你有没有看到糖果人？看来似乎应该是没有这个糖果人的问题，是没有很可怕啦，因为是在我家。或许我们如果在其他地方做，感觉就会不太一样，对吧，宝贝？OK， 那我们今天都市传说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我图频道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喜欢谢谢大家，我是王狗。那我们下一次见啦，拜拜。